想要陪着你坠落尘埃，宁愿长醉不醒来，只想和你入梦，共同拥有来生。冥冥中谁来主宰，想要陪着你坠落尘埃，粉骨随身留何奈。陪你去听风，陪你去做梦，陪你去看落幕后的最后。大家都听好了啊，待会儿有个老板过来挑选一个人跟他回家去做儿子享清福，这就看你们谁有这个造化了。是不是有钱人家？有钱人我也去，我也去。那还用问？我教你们学说的那句话你们都会说了吗？会了。什么话？说说看。找咱妈咪，找妈妈，找妈妈，找妈妈。别吵了，人马上就到了，反正你们都要记住，是找，不是找狗，是找猫，找猫，知道不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别说话。您一个一个的认，看仔细了啊！找花猫，找花猫，不再是找妈妈了，找黑猫，找黑猫，找猫了，找黑猫，找猫，找猫咪，黑猫，是猫，找黑猫，找猫咪，不是。您再看两个，还没看完呢，再好好看看。大爷，我们走啊！再好好认认。
看看别人呗，还有的是呢，再看那个，再看看呢，老板。周姨。哎，周先生，你这一大早弄这么一桌子早餐给谁吃啊？待会儿您就知道了。哎，周先生，昨晚上找着傻子了吗？找着宝宝了吗？朱先生，那个要是有人把宝宝送回来，您真能给他8000块呀？别说8000块，就是10000块，我也得给。真的？哎呀，大宇，您说话可得算数啊！是不是有什么线索？周先生，您跟我来吧。哎，周姨，你这是？您进去看看。您看那是谁？宝宝，宝宝！嘘，让他在屋睡会儿。哎呀，周姨啊，你是在哪儿找到他的？哎呀，周姨啊，你快告诉我，你是在哪儿找到他的？给酬金。给了酬金，我就告诉您，我一定给，一定给，你快说。给酬金是吧？昨晚上啊，你们俩一走，我这心里我不踏实呀，我就出去找去了。哎呀，你快说，这宝宝他跑到什么地方待着去了？他平时不是爱吃那个棒棒糖吗？哎呦，我一想，他一定是跑到那个卖棒棒糖的小卖部去了。那我就去了，我去了一看，嘿，人家就在那儿坐着呢，而且还哭着喊着叫周姨的。奇怪，那个地方昨天我去了好几次，怎么没见着他人影啊？哎呦，这您就不知道。你想啊，那小鸟一到了晚上，它都要归巢嘛，你大白天的去找它，它哪能找得着啊？可那儿也不是家呀，什么家呀？那家店就在咱家附近。你想，他一傻子，他找不着家门，他自然就溜达到那儿去了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有点那个。您这，您看您有点这个，有点那个的，您大老爷们儿，您说话得算数呢。我怎么了？您是不是不想给我付酬金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不给你钱了？你放心，给你的钱呀，我一分都少不了。真的？爸爸，哎，宝宝，花妈妈不见，找花妈妈，找花妈妈。你们还没吃饭呢，吃了早饭再走。坏人！宝宝，你干嘛呀？兄弟姐妹们，我以你这个人啊，直来直去，咱光明磊落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们的头。这个头是什么呀？是经理啊。哎，不对，头就是爹，就是爷。笑他妈什么笑？难道不对吗？我不是生你们的爹，但我是养你们的爷，懂吗？我的规矩是：勤劳者奖，懒惰者罚，偷鸡摸狗者打，吃里扒外者杀。我的口号是效忠立杀，跟从李哥效忠立杀。
不是，你不能进去，朱总经理正忙着呢。你干什么你？你有什么事？走开！让开！不可以进去！不可以进去！让开！不可以进去！不能进！不能进！放开我！朱总，你看他！你不能进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朱总，你看他！放开我！刘秘书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朱总，你为什么不肯见我？没看我正忙着呢吗？我有急事找您。工作上的事儿，找你们经营部的王经理说去。我不是工作上的事儿。要是私人的事儿呢，我正忙，没工夫听。那我要去公司兼顾的呢。本来是你私人的事儿呢，我不感兴趣。既然你现在把公事掺和进去了，我倒想听听了。我想调回门市部去，那儿的工作我熟悉。哼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丽莎制衣厂董事长的千金小姐吗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，你只是想跟尹丽待在一块儿，对吗？对，你说的没错。可是我的这个要求过分吗？你的这个要求不过分，但是你刚才的行为却令人气愤。对不起啊，朱总，我没想那么多。像你这种人，美丽而无见识，就如同把金环戴在了猪鼻子上，明白吗？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自己琢磨去吧。那我调回去的事儿呢？好吧，我就再成全你一次。调你回门市部，真的？我什么时候讲过？谢谢你，朱总，我这是这辈子都会感谢你的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事不过三。您这话我又不明白了。我把你调到经营部，已经成全你一次了，现在又按照你的要求把你调回门市部。我又成全了你一次，我画人都画出肠子来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了就好自为之吧，你走吧。陈儿啊，来，把这个给陈儿。好，来，再换一个方向。一哥，一哥，哎，哎，孩子，啊，怎么样？不错，挂哪？找个显眼的地方挂上。显眼的地方，我看看啊。那个，你看挂这儿行吗？好，就挂那儿。啊，来，陈儿，来一下，来了。你再跑一趟，去那个买一束新鲜的百合花来。啊，好嘞，去。喂，你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尹丽，我跟你说哈。
我刚从董事长办公室出来，我又胜利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又要战斗在一起了。喂，喂，哎呀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？哦，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正忙着呢，啊，先挂了，哎。他妈的，见鬼了！简直就像一块牛皮糖粘着无缝。这怎么了得？不行，得想个法子，不能被他粘住。想找你商量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既然你当着我奶奶和婆婆的面说了你是柱子的朋友，那就只好一直瞒下去。你让我做什么，尽管说吧。我什么都不让你做，只要你好好改造，听政府的话，争取早一点出来。我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，老婆跑了，工作没了，我还一身的臭毛病，我这辈子，哼，算是彻底完蛋了。如果我说我原谅你，你愿意重新做人吗？我现在已经悔过自新，重新做人，就看你们接受不接受了。妈，哎，这有人来啊？好像是。那不行，咱得戴上眼镜，得像个文化人，不能让城里人瞧不起。这报纸呢？报纸呢？这里的房子很快就要拆了，我们就要住新房子了。但妈，拿反了，那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小朋友都很开心，奶奶带着孙子一起去上学，他们唱着歌儿。大妈，您是？我来看你们来了，我是全子。啊，你是柱子的朋友吧？奶奶，啊，你还记得我？哎呦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哎呀，是，哎呦，你走了好多日子了哈，怎么到现在才来看我们呢？啊，我这次回来啊就不走了。来，您坐。我要来替柱子孝敬你们。柱子啊，柱子，我们家的柱子吗？你看见他了？问奶奶，柱子他啊？你说柱子他怎么了？柱子他是不是让政府给枪毙了？柱子啊，那个大妈，你听我说啊，以后呢，你就把我当儿子啊，我替你们养老送终，啊，我替你们养老送终。送粽子？哎呀，这端午节还没有到，你就给我送粽子？柱子大妈，你瞧瞧，他比花儿想的可周到多了。你就光顾着会吃，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。我呀，刚才都吃饱了，实在吃不下去了。这你还要我吃粽子，那就晚上再吃啊。大妈，奶奶想吃粽子，我给她上街买去。您别听她的，
他的耳朵越来越聋，人也过得越来越糊涂了。奶奶，大妈，奶奶年纪这么大了，你就甭管他了。我眼睛不好，眼睛不好，始终活着呀，就是活受罪。本来想着出来找到主子以后，一家人都好好的过日子，只没想到他真的那么不争气。大妈，您听我说啊，您和奶奶呢，身体都这么结实，你们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奶奶，你们一定会长命百岁的，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就会哭。这伤心吧，你也哭；现在高兴吧，你也哭。柱子的朋友好不容易来一趟看咱们，你是不是应该问问人家吃了饭没有啊？哦，对了，您吃了饭没有，全子？我没有。哦不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这还有点剩饭，我热热给你去啊。没事，我不要热了，我就吃凉的就可以了。这不成，您先陪陪奶奶说会话，我一会儿就行啊。谢谢大妈。你知道吧，我耳朵不好，刚才你们说的话我没有听清楚，你再跟我说一遍。奶奶，是这样的，以后呢你就把我当柱子，我挣钱养活你。把你当柱子啊？呀呀呀呀呀！当不了，当不了。奶奶，当得了，当得了的。我们家的柱子，他长得多俊呐，他又高大又健壮，你瞧瞧你，整个都抽本了啊！哎呦，你说说，你哪一点能比得上我们家的柱子啊？啊！哎呦，您这是怎么说话的？人家孩子一片好心，都让你给糟蹋了。什么？荣华被人糟蹋了？是哪个王八蛋干的？大爷，您这些东西啊，一共呢是15.2。15.5，您点点，谢谢啊。到你这卖废品呢、啊，比别的收购站给的价都高。你看每次来，你还都多给我些钱。哎呦，瞧您说的，您大老远专门送到我这儿，应该我谢谢您才对。您呐，人好，心眼也好，跟你走啊，不会吃亏的。哎呦，我们这十位废品收购站啊，全靠你们撑着呢。您常来啊，谢谢您哈、啊，大爷，您慢走啊，慢走啊，大爷。哟呀，您来了，我帮您，我帮您。哎，英华。哎。好多日子不见，也可想你了。我一定带两个来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来，大爷里边坐坐坐，快坐，喝点水啊，那个吧。谢谢。哎呦，看您说的，我谢谢您才对呢。来，喝水。荣花呀，该给杏子喂奶了。哎，奶奶来了，喝点水，喝点水啊。大爷，您就到这儿就行。来。哎，大爷，您坐着歇会儿，喝口水哈，我一会儿就来啊。我帮你数出来吧。啊，行行行，谢谢您，奶奶来了。还有10分钟。红红的太阳当头照啊，老百姓心热的难事儿啊，哎呀，疼巴巴的。可。水，我渴。
什么都不会，你跟死人有什么两样？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哟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，别动，我还没弄完呢啊，马上就结束了，马上就结束了啊！哎，大燕，大燕，哎呀，大燕，住手！大燕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中风以后更难照顾了，你看把这杯子摔的。渴，渴。你渴了，让周姨给你倒水啊！你揪人家头发干什么呀？你再这么闹下去，就没人管你了，看你怎么办。水，水。我给你倒水去。喝水，你往他脸上贴黄瓜皮，他当然不愿意了。朱先生，您不知道，他不爱喝水的，您都看见了，他把那杯子都砸了。我这么想，那黄瓜它既能去火，还又能消斑减皱，我就在想，给他敷一敷，敷一敷呢，他就可以起到这个内渴外敷解渴的作用，就敷了敷。让你受委屈了。没事。他有病，你别计较。哎哎哎，我会给你补偿的。啊，好。打！打回来！打回来！打回来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回来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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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宝宝！打！宝宝！打死你！宝宝，你干什么呢？苏小姐，算了算了，周姨哪儿得罪你了？你干嘛老跟他过不去啊？我花妈妈说打人不对，那你还打人？打人不对，打宝宝，打人不对。过来，跟爸爸说，为什么打自己？是不是知道错了？宝宝不打人。打宝宝，疼。是，宝宝打人不对。不是，是宝宝不打人啊啊！阿姨，他打。多吃点啊，爱吃土豆就多吃点，吃几点？跟你们俩坐到一块吃饭，我怕影响你们智力。听话啊！Thank you.
过来，给周姨道个歉。花妈妈说，打人不对。宝宝是懂道理的。快！算了算了，小孩子哪有不打人的？以后不打就是了啊。原来荣花在的时候，他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周姨啊，你是不是平时太迁就他了？哎呦，可能吧。你想啊，他不听话，又是个傻子，我一个做佣人的，总不能打他骂他吧？所以我就是让着他了。周姨啊，宝宝不是个傻子，他是弱智，他心里头有些事儿都是明白的，只是表达不出来。你对他好，他会记着的。爸爸，花猫猫喜欢宝宝。你看，我家原来的那个保姆走了都多长时间了，他还一直惦记着，天天闹着要把他找回来。可见宝宝是有感情的。您说的在理。但是，朱先生，我对他们娘俩，那说实话，真是费尽了心思，可他们俩就是不领情啊。人结人缘，也许我跟他们娘俩的这缘分还没到吧。周姨啊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没事，谁让爹妈生我一副好心肠呢？我不会计较的。从这个月起，每个月给你加200块钱，就算是一点儿精神补偿吧。真的呀？哎呀，朱先生，那太感谢您了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咱们俩真是观音遇着佛祖了，这个太感谢您了。谢谢。这件事儿你安排一下，明天下午通知所有人来开会。好的，好了，你去吧。哎，野丽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我遇到难事儿了。嘿，真是稀罕啊！什么事儿能把我们尹大能人给难住啊？哎呀，你们别笑话我了，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烦的事儿呢。这平常都是你给我出谋划策，什么事儿把你给难住了？不是工作上的事儿。那是什么事儿？我不想要兰兰来门市部。为什么？她来了，她影响我工作呀。影响你工作。嗯，你是经理，她是助理，又是你的女朋友，我已经够给你们方便的了，你还要怎么个方便法呀？哎呦，朱总，您别误会，我和她从来就……你们的私事我管不着。现在除了门市部之外，丽莎厂再没有地方安排她了。您本来就不应该把她调回门市部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啊！我好心还办坏事了是吗？再说了，我有权安排和调动所有丽莎厂人员的工作岗位。这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？好，不说了，咱不说了，咱还是谈工作上的事儿吧。那个南天贸易准备在石榴镇开分公司。叫云，云什么云天？不是云天，是白云贸易啊。对，白云贸易。哎，你怎么比我还清楚啊？这是我们家的生意，我当然清楚了。哦，那是那是，厉害厉害。过几天有一批货我们要送到那边去，这个地方是个小城镇，我们都没有去过。到时候你亲自跑一趟，看看那儿的情况，
回来告诉我。好，朱总放心。其实我本来也要跟你谈这件事情。哎，咱坐下聊吧。哎，停一下，找个卸货的，顺便帮他带带路啊。卸一件货，一块钱，有去的吗？我去。一块钱，还有去的吗？能不能再加一块钱？你是里边最弱的一个，但就凭你这爽快劲儿，我请你了，而且再给你加一块钱。老板，我力气大，我去。老板，我一边去。我只请他一个人，上车。你还请他？谢谢哥们儿。谁是你的哥们儿？他是我们老板。老板，谢谢。这地方认识吗？当然认识了，往前走200米，右转就到了。你这么确定？没错。要是错了呢？卸了货呀。你一分钱可以不要给我。你说的啊。哎，在这边吗？这阴点。来，李哥，坐这儿。好。胡子啊，点菜。好嘞。老板。来，这家的菜不错。白天你别看人不多，但是晚上啊，桌子都摆在路面上去了。哎，是，相当热闹了。对对对，嗯，有时间晚上过来看看。好，不错，随便点几个。好嘞，好，快点啊。好嘞。我发现你对这附近很熟悉嘛。啊，对。看来咱没有找错人啊。谢谢哥们儿。你不长记性是吧？谁是你哥们儿啊？这是我们老板，你知道吗？没事。谢谢老板啊！以后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没问题，好吧？那个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我自己写的，省钱。有点意思啊！哎，我说全子，我看你这个不像这个乡下人呐，你怎么干这民工的活啊？啊？是自己不争气。我原来呢，吸这个。哦，老婆跑了，人影现在都找不着。不是，哎，你现在还吸这个？不，我戒了，我真的是戒了，我发誓。因为有个女的救了我，我不能辜负她吧？哟，哎，什么样的女人这么伟大，就能把就吸这个的改造过来？哎，有机会你得让我们见识见识。我到现在也没找到她，人家都他妈躲着你，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？我听他妈妈和奶奶说，他出外打工挣钱了。妈妈和奶奶？最初的温存。
独自找寻曾经最疼爱的人，伤了的心，你的背影带着你的心渐渐远去。就在你离开的那个早晨，才发现你早已变得陌生。苦苦一直追逐的缘分，转眼间变成了疑问。我嫌你爱我爱得不够深，你却说爱得太深容易醉人。是害怕伤到心疼，还是有了别人给了我全部却不给我灵魂？我嫌你爱我爱得不够深，你却说爱到深处会慢慢变冷。愿你余温到底有我几分，我想回到最初的天真，你能不能？什么缘分是我最初的温存，独自找寻曾经最疼爱的人，伤了的心，你的背影带着你的心渐渐远去。就在你离开的那个早晨，才发现你早已变得陌生。苦苦一直追逐的缘分，转眼间变成了疑问。我嫌你爱我爱得不够深，你却说爱得太深容易醉人。是害怕伤到心疼，还是有了别人给了我全部却不给我灵魂？我嫌你爱我爱得不够深，你却说爱到深处会慢慢变冷。愿你余温到底有我几分，我想回到最初的天真，你能不能？ Yeah, oh, oh, 我嫌你爱我爱得不够深，你却说爱得太深容易醉人。是害怕伤到心坎，还是有了别人给了我全部却不